然后主要是来跟大家互动。那现在我要介绍我们的新产品，我们有工具箱 GB006 跟柱，也就是现在看到的小钟蛋。那现在呢，因为这系列大家都非常的喜欢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今天再来现场给大家看看，然后如果说喜欢就可以来找我买，现场有优惠价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有一个爱的抱抱，就是让连近你和我做人与人的连接，越多人站在箱子上面抱抱，我们就可以赢得大奖。目前呢，最高纪录是四个人站在箱子的上面，那五个、六个、七个没关系，很简单，看看你身边的朋友、旁边的妹妹，你想归的都跟大家说 say hello， 赶快来找我们报名起来哦。然后我现在快速来介绍一下，除了像箱子的话，它的好处是它的扣子等等。就扣起来了，它每一层都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做搭配。好，除了箱子以外，我们卖的很好的是还有我们家的空压机、空霸空压机。那这系列为什么要特别介绍？因为师傅们或者大家出去的时候外出都很重，然后我们以前都是铁桶，所以机器都非常的重。那这个的话，它是铝桶，它减轻了大概30%-40% 的重量，那我们在提的时候会很方便。就像男生带出去要很帅，女生带出去要像包包很美。这样，就像女生的包包一样轻盈，而且它的配件也是非常好看。那如果旁边有很漂亮的女生，没关系，我们也有铁桶，超级重的，就盲体，很重的哦，秀我们的 muscle， 所以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。我们家什么都有，然后还有一个清洗机，我没办法带过来。清洗机的部分就到我们的摊位试用，那强不强，好不好用，来试试看就知道了。以上感谢大家，那我们活动很丰富，所以一定要来找我们玩哦。我们送工具箱，里面送空压机，感谢大家。哦，谢谢我们的风霸，哎呦，刚刚我们听错，说工具箱跟里面的东西，对，哦，大手笔，哦，真的，而且现在的工具可以说是不仅兼具实用，连外观都一并兼具。刚刚从我们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到第五个厂商，其实每一个外观都非常的新颖，当然实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这种产品其实相较于传统的比起来，其实更加的安全，而且又轻盈。所以呢，如果有喜欢的话，都可以到柜上去观看。是，感谢大家。谢谢，再次给我们的风霸人掌声。